吃鸡看三生，姐弟运势生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三生。今天挑战啊，今天放假不挑战了，就是平凡的无限制吃鸡，顺便读一读评论，聊聊天什么的。既然是无限制，那当然要来我最心仪的蓝海湾了。你们最心仪的物资点是哪里呢？抽一个评论区最热门和最冷门的地方做挑战，真是一个天才的好点子呀。两把步枪没啥意思，要适当削弱装备等级，增加视频的趣味性。来看第一条评论，挑战榴弹发射器20杀。好吗？真敢说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个挑战我已经失败了，它再也没有能见光的时候了。啊，对，第一个人是人机，这个我看出来了。人机怎么了？你们不喜欢打人机吗？我可太喜欢了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要是你们也做一做奇怪的挑战，就会知道人机才是这个游戏最单纯可爱的人。有句社会谣怎么说来着？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我绝对没有精通社会摇的意思。拜托，我走什么路线的，没人比你们更清楚好吧。这位看来是空头的爱慕者。巧了巧了，我也是空头的爱慕者。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空头的宠儿。你瞧瞧这多可惜，晚来几秒钟他们就浮起来了。不过结果也没差嘛。趁我还没发现敌人，快点来看第二条评论。啊，问我是不是 Anna Walker 的粉丝啊？一定是我 BGM 用的太多了。有一说一，我的音乐品味非常多元呢，电音、rap、摇滚什么的都听一点的，就只要那种能嗨起来的，我没有不爱的。哎，社会摇不算的。好了好了，不闲聊了，就直接起战歌吧，也没几个人了。决赛前还能逮到满编队，这波一下拉高了我本局的战绩呀。这个空投就别捡了吧，且不说是不是二手的，这一下车就是活靶子呀。哦吼，成功掐机。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读评论的视频，要是喜欢的话别忘了多多评论哦。你们说的越多，我的素材就越多。我是三生，下期再见啦。